现役符合退役巡演要求的，我认为啊，字母、库里、詹姆斯就这少，其他没有。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就属于是球迷对于你得有极致的热爱，你才能够搞得起来。一般般的根本不行。你比如说保罗皮尔斯，能不能入名人堂啊？你别说名人堂，人还75磅呢，有啥用啊？能搞起来退役巡演吗？波士顿当地球迷都没有那么热烈的愿意为你欢呼。你当年无外乎三巨头当中其中之一，你也不是说绝对的领袖老大。这个皮尔斯，他这个档次段位太低了，放眼联盟呢更是追捧者寥寥，所以这个皮尔斯都不够。韦德当时都不热烈退役巡演，韦德那不叫退役巡演，他顶多啥呀，牵强附会，东施效颦了。韦德那真不叫退役巡演，纯属东施效颦。诺维斯基是被动搞了一把退役巡演，但他那个真是有模有样，MVP 加冠军嘛，韦德都不够，他没有 MVP。 科比那是纯粹退役巡演，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退役巡演就乔丹、科比、诺维斯基，就这哥仨目前为止就他仨搞过退役巡演，其他人没搞过。阿伦艾弗森都不够，那没有冠军嘛，韦德都不够，韦德非常勉强。